Hello， 大家好。那这次一样来介绍第四天我游玩，叫我大掌柜。那第四天我现在转速到达2000多万哦。那在介绍之前，还是先来看一下我们美女好了。那本次的话，我们就来介绍西域女子、将门女子，再加一个苗疆圣女好了，我们本次就来介绍这三个。将门女子，我愿卸下一身戎装，只为伴在你的身旁。大漠风沙，戈壁胡杨，西域女子，愿同阿哥一齐，深深醉入苗岭嘅苗疆圣女。那角色获取的出处。在幸运夺宝这边我已经换掉三只了，所以还剩下两只。其实我玩游戏最主要还是要收集美女而已哦。那我的搭配并不是最正确的，其实应该是你要有一些缘分。你有看到下面吗？你也要被我调教一番吗？你这样搭美女搭配门客的缘分啊，这样子叠起来的赚钱才会更高哦。那像这些西域女子啊，将门女子，你只要达到条件，你就可以拿到了。那这个蛊惑50次，估计在我退友的时候应该是拿不到了，因为其实我不是会玩很长期的，主要就是给各位谋福利而已。虽然我氪了2000多块了，但是，我还是不会觉得太贵啦，因为就享受一下游戏的过程嘛。毕竟这类型游戏我真的没有玩过，没有长期玩下去过。我大概这次应该玩个几个礼拜应该可以啦。那么就开始来介绍苗疆圣女、西域女子还有将门女子吧。大漠风沙，西域女子，既见相公。云湖不喜，大漠风沙，戈壁胡杨，既见相公，云湖不喜。整体还算还可以哦 ，CP 值很高、哦。各位客官们，你们有这样子认为吗？再来就是将门女子哦，这个就算是我愿卸下一身戎装，只为伴在你的身旁。这次的话就是美女目标那边拿到的。好，我愿卸下一身戎装，只为伴在你的身旁。好啦，如果你喜欢这种类型的话，看你要不要接受。深深醉入苗岭的梦乡，苗疆圣女。愿同阿哥一起，深深醉入苗岭嘅梦乡。还算可以啦，但毕竟传奇的话，我是还是觉得要更具吸引力一点。好吧，那游玩第四天，转速到2000多万，但是我的门客其实不算高啦。如果你平均有去。美女搭配门客这样子去做兑换的话，估计门客会的那个赚钱速度会更高。那我现在达到218层了，218关了，不是218层。那在门客部分，如果才衣先量体，经商先摸底。如果你要提升的话，最主要都是提升在这种小格子的这边。那如果你这样子拉，因为进行改造都要花银子嘛，花银两啊。但是你如果改造真的改造不出来，它会越花越贵啊。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上面这个果实啊，这个因为可以拉到最高可以拉到30%，所以你就可以弄到20几%，大概就可以停了。那在
加很多，最主要我的钻数加很多，最主要还是在美女身上。但是你有美女身上，你在打那些商战的时候就会比较吃亏一点，因为你的战力拉不了那么高。美女，好了，以我们那个小师妹为例好了，这个就是亲密度拉高了以后，它会再增加的一些增益效果。那这边会有指示神年后会赚钱15、28，这样以此类推哦。那在技能部分，这是看你随着你亲密度越高啊，那它就会越来越高，越来越多啊，会开启好像每30个亲密度就开一个、哦、所以你越开越多的时候，你的赚钱速度就会一直拉高。然后这边就是缘分的角色搭配缘分的门客，你就可以发挥出最高的效益。虽然我玩的时候没有这样子玩的，因为我的体验最主要是收集女性角色为主哦。有三次可以传唤，传一传好了。我愿卸下一身戎装，只为伴在你的身旁。那这是第三部嘛，所以前面几部这些都有介绍过。那如果你有疑问说传唤跟你单一的出游，为什么出游要花钱的原因，是因为你的指示，如果你的指示，你看我都绿色品质的灵力啊，活泼品质的，那你单一出游的话，你就可以选择传奇的美女，那生出来的都是灵力啊。那如果没有你用一键传唤的话，你可能就会升到活泼的，那这个就会影响到你的联姻，你的联姻的以文指示啊，这些还是会帮你赚钱的哦。当然蓝色品质都会比较好，绿色品质就会比较低一点。然后还有孤独终老，但是孤独终老似乎是随机的哦。这部分还没研究啊，但是孤独终老你到达50名的时候还可以再解锁一位美女哦。其实这游戏美女相当的多。那你在进行商战的时候这边是看你的门客的赚钱速度，所以你如果你有一些橙色品阶的门客，当然会比较吃香一点了。16连胜，有啦，有击败了。16名门客，所以你累积到达1000名，你就可以换那一位美女目标的角色出来了。美女目标的角色在这边。门客招募这边我还没有咧。关卡部分我打到218关了，然后我现在目前是到台北市四等富农，声望你要加上去，其实大部分都是靠推关卡、啊、就会一直往上拉了。然后你的幸运夺宝，你一直推关卡他也会给你这个，你就可以拿来抽了。你看我抽到391次了，你一直把关卡撸上去就行了。那你初期你会发现你的能力升不起来，那最主要是因为你整体还没上来哦。就像你的商铺啊，你看我商业成员，其实我大概应该大家都听到几百万或者是不到100万，你整体把它拉上来以后，其实很快就会冲起来了。最主要还是靠美女啊，美女跟门客。然后这边我要平均到达1000，下一关卡就要推到332关了。那如果有人拜访你，就去拜访人家，因为这个忘了有什么任务了，但是我知道拜访有好处的，你还是拜访一下人家，这样也好啊。好啦，那整体第三部影片我就介绍到这边啦。如果你觉得还不错，
还不错玩的话，哎，目前只有 Google Play 可以玩而已啊。iOS 的话，我在看好像是九月多嘛，9月6号的样子。好吧，那目前就试玩到这边。那如果未来有新开服的话，你还是先往新服去。其实啊，对，往新服会比较好，因为你在排名的冲榜部分啊，你看在这边。新服的话，不知道你会不会比较容易拿到前面了？因为我现在都在100多名了。好吧，那本次就介绍到这边，大家拜拜。